国政府需要你哋去做一件事，你哋会联合特种部队去进行一项高度机密任务。任务未完成之前，你哋嘅身份仍然系囚犯。只要完成任务，不但恢复你哋嘅自由，而且可以成为美国合法公民。漆黑之际，伸手摸索每寸旅途。你会说，愤慨说，哪里是出路？轻轻感觉，轻轻追索，哪怕渺茫。你发觉，这暗角我也在张望。呼吸会穿过，怎可咀嚼？应该相信世界里头会有我，还会有我，永远在左右。怎可感慨？怎可追悔当这泪流？忘记处觉，唯有这里有使命等待，方可以更改未来。即使有委屈，双眼已沙，请你抹干它。人痛夜眼满空，请你放松了它。人间种种不平全无道理，你却说过有文明原理，人间纷扰扰。